请跟宝说嗨。嗨，我然后这个是我朋友。哦 ，Outlet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复活节的东西哦，复活节有好多、哦，有好多，全部都是跟复活节彩蛋、出奇蛋哦。我可以看这个吗？哪一个啊，宝宝？是那个购物宝贝的糖果哎、欸。看，阿卡贝卡，布米，嗯 ，cute， 阿卡尼布雅雅 ，I like it，I like the 雅雅，给你，给你，他会讲话哎、欸，雅雅，然后这个是现在还蛮流行的，叫什么？P E Z 哦 ，P 是不是？这个是巧克力吗？糖果还蛮酷的。妈妈，这个是巧克力吗？是啊，那个是巧克力。哦、然后连 MMS 都出了彩蛋了，嗯，好可爱哦。这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？好像只有糖果哎，没有玩具。I got a carrot chocolate. Poppy, where's the Poppy? 嗯，有 Poppy。嗯，好可爱哦。嗯。还有这个也是。这个牌子的巧克力也出复活节蛋蛋了，魔法精灵也有哦。That's a good idea. Get pretty. No, we have shopping. 我们已经有购物宝贝了，就不要再买了，太多了。那还有这个，这个可能会买哦。这里面有玩具耶，丹丹。我要。哦 ，milk chocolate egg with marshmallow twirl。我可以看吗？这好像还不错。我可以看吗？嗯，给你看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很可爱哦。还有 branch， 它里面有糖果哟，还有贴纸，还有惊喜玩具耶，不知道真的还假的。然后还有其他的，还有购物宝贝的复活节蛋蛋。哎，这个好像很酷的样子。我看这个哦 ，this is lips， this is a lipstick。护唇膏啦，嗯，这个松鼠都出了，复活节系列，好搞笑哦。这个也是哎，哇，好大的护唇膏哦。好，这个是护唇膏哎，超大的。我可以下来吗？连培乐多也出了哦。妈妈，我可以。你看，培乐多的。我可以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也好可爱哦，培乐多系列的。我可以